喂，好啊，欢迎大家翻嚟啊！咁啊，经过漫长嘅等待咧，咁啊，足之见到警数啊，即系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，俗称系水炮车。咁啊，现场就系、是、弥敦道同埋呢个亚皆老街嘅交界啊。咁啊，已经见到好多防暴喺晒度噶啦，吓，非常之多防暴喺度啦。如果見到好多清阿德啊，清潔龍阿德啊，咁啊執下垃圾咁樣。咁啊都係著，咁唔知係市民啊，但係寫住呢個食環署嘅衫喎。咁啊，咁啊，呢個哥哥嘅小得鬼，上街行人路唔該，上街行人路唔該。咁啊，但係淨係俾呢啲清潔姐姐啊喺度捉執垃圾。記者警告我哋好多次㗎啦，再唔想行人路，老師傅。咁咪都借頭借路啦，喺度對記者啊，使出呢個胡椒噴霧啊，咁啊指向記者。就場所見到已經是上曬行人路啊，記者。咪有市民喺度支持啊，警察咧。兩班中央條路出嚟，行翻左右兩旁。今日都亦都指揮緊記者做嘢喎，喺度在場嘅狂暴警察啊，唔係防暴警察，唔好意思啊。亦都有市民影記者大頭啦喺度，嚇！大家就千祈唔好私了啊！咁啊，後邊都有市民大叫強姦犯、殺人犯啊！屌你老母啊！咁樣啊！好啦，唔好咁聚啦，每日都有咁嘅嘢啫。今朝先有人放火燒人，啊，好危險！唔好唔好阻住。咁啊，警察都話今朝有人燒人啦，但係佢刻意放火燒人咋？刻意迴避啊！今朝亦都有警察係向呢個冇武器嘅示威者用實彈啊！冇人性嘅，仲有讲？你正啊，刘生！咁咧，手持呢个胡椒喷雾咧。好啲，唔好阻住行路，人哋行唔到，行好啲，我哋放手执走佢咯。咁啊，另一个队员又听话。我得唔得？我系全部上翻边，请你行，位置住你后边嗰啲，你行开咯，唔好挑衅，你企喺我哋，做翻你专业嘅嘢。啊，你唔好再挑衅啦。我話俾你記者喺度有做翻你專業職責，唔係你話你影人啊！我哋依家可以拘捕你啊！你其他行家冇出聲啊，係得你嘅專業。好，咁啊，出聲，幾多出嚟九萬嘅問題。咁啊，前線嘅警察亦都情緒非常之失控啦。都係全港最大嘅黑社會啊，和警和啊嘅一個。有記者影到啊！全港最大的合法社團啦，和警和喺度挑釁啦，就不知所謂，屌你老母冚家鏟嘅！真係立撚實，真係。嘛叫全部上行啦！又係你啊！都行出嚟啊！
啊，亦都有行家被人針對啊，故意咁樣攻擊啊。咁啊，前線已經失曬控，哎，見到啊，警嫂啊，翻轉頭啊，警嫂啊，哎咁啊，見到屌老尾咁樣喎，好啦，跟啊，水炮車已經啊點啊？手足喎，真係叫翻啲，哎，灑水。啊嚟啊！来了啊，来了！未知今日系咪会中啊？啊！但系强光啊，指向我呢边啊！可能都会向。咁佢唔正面講記者喎、啊，黃背心誒揸住攝影器材喎、啊，真係黐撚咗線啊！嗱，見到你啊，你唔好匿喺啲黃背心後邊啊！你會咁樣幫手啲黃背心啊，嗰啲記者嗰啲啊？記者嗰啲喎，屌真係，你當我咩啊？當我哋咩啊？咁啊，冇人匿我哋後邊。講邊個啫，大佬？屌你喎，跑跑！喺圍攻中心，著住黃背心嗰啲啊，趁紅燒燒啊，後邊有棍啊，想咁啊，叫波及你啊，叫我哋啊，褪開少少啊，咁啊都褪開咗啊，點到你啊？黐撚曬線啫！咁啊，亦都仲有市民喺 City Bank 入邊㗎。未射得出啊，可能同啲佢啲警數啊，同啲黑警啊唔啱啊。咁亦都驅趕另一邊嘅記者啦，喺度呼喝啦，亦都有九巴嘅職員喺度。咁啊，後邊嘅市民亦都大叫：強姦犯殺人犯，屌你老母臭閪！咁樣咁啊，叫記者在場嘅記者都感到佢哋嘅憤怒啊！咁啊，移動喎，我哋慢慢跟住啊。哎，咪裝甲車都係行先可能。
我身后嘅商铺咧都关咗门啦。咪见到速龙哥哥喺装甲车上面咧望嚟望去啦，手持枪械。咁咪得。咁啊，向住我呢边啊！啊，见到流紧水啊！哇，其实后面嗰架巴士咧，一号 A 咧，其实嗰个挡风玻璃系俾示威者游黑咗啊！如果咁样行车啊，非常之危险啊！即系画面清楚可以见到啊，司机位个挡风玻璃啊，系用黑喷漆又黑咗嘅，咁啊，亦都可能要翻工啊，坚持啊，香港人上去啦，咁啊，蛇你叫我望下高位，望下低咁样。警方呼籲嘅，我會擔身定點樣器材嘅，盡快遠離，否則會被波及。咁而家已經可以唔講記者喎，淨係叫我哋揸住攝影器材黃背心嘅物體啊。咁啊，亦都係指翻向佢所講嘅就係對面啦。你而家電卡有一個非法集結，你而家電卡有一個非法集結，盡快離開，否則使用水都嚟驅散。甚至將武力提升，屌你真係戇撚鳩啊！真係垃圾。咁而家山東街平台望到你啦，有隻掟我哋啊嘛，你影記錄影啊？山東街嘅平台喎，馬對面。盡可能喺切實可能情況下靠左睇。咁啊，佢話旅遊巴，但旅遊巴前面都好多車塞住咗啊，所以冇辦法咧，係向前推進啊。前面旅遊巴，L M 一班，盡量靠左睇，切實可能情況下靠左睇。咁啊，其實喐唔到啊。咁啊，對面嘅喺亞蘭中心對面嘅聚集嘅市民咧，亦都係喺。混入係喺射程範圍入邊啊！咁啊，聽到啦。咦，後面亦都上放咗催淚彈嘅聲喎。乜？黑旗啊！佢黑雞係啊，冇錯啊。嗰邊啊，另一個方向啊，射咗催淚彈啊。咁啊，啱啱聽到應該係有兩至三發啦。
情況好惡劣啦，前線就。咁喺度。私家車 UW4292 呢個警方呼籲。係喎，上裝，我唔記得上裝啊，上翻先。切勿停留在中線。啊，上咗裝啦。咪到好多市民係特登去水貨車附近影張相留念啊！灑咗水啦，唉、哎，屌你老味！我唔射鳩我啊！屌！你有向啱啱喺水貨車隔離嘅市民灑咗水啊！喺度步多一陣先，啲市民亦都喺另一邊咧，係咁大叫啊，叫翻啲口號啊，強姦犯、殺人犯等等啊。咁啊，街山警隊刻不容緩啦。成日永遠都唔擋記者喎，係啊，黃背心揸住攝影器材嘅人啊，啊好撲街啦，當然就咁啱啱放工啊，放工啊，會不會射入這個老鳳翔銀樓呢？好撚嗡啊！屌啲聲撲你嘅臭街啊！對面線的市民亦都不停咁啦，口頭勇武啦。
點樣行咧？警方將會進行驅散行動，你盡快遠離，否則會被波及。小朋友小心啲啊！小朋友，哦，繼續小心啲，走咗行得㗎啦。咁啊，有小朋友係，哇，有小朋友揞曬口鼻啊！其實射程範圍之外咧，都有好多市民圍觀緊啊，都叫緊口號啊。啊，所有記者朋友都喺度等緊啦，睇下有冇得射咁樣。禮拜有冇撚樣真係屌你老味！做乜去揾人啊？咁啊，其實啲樓邊嘅市民喺小巴姐面前咧傾電話啊，屌自拍啊，係好啦，戇鳩嘅一件事嚟嘅。咁啊，抱住呢個圍觀同埋玩嘅心態咧，就唔好去嘥時間。我哋用隊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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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隊啊！濕曬啊！市民都濕曬啊！好多市民都中下招啊！你可以都向呢個銀色銀行咧發射水炮啊！喂，都有市民好似衝咗嚟一樣啊！啊！終於射咗啦！咁啊，咁咪都埋。因為下層嗰度咧都有水柱彈射出啊！屌你真係黐撚線嘅真係戇鳩，冇辦法啦！我哋繼續跑啊！
喺清楚見到咧，佢喺下邊咧亦都用下層嘅水線嚟推散啊。咁你都有出龍防暴啦、裝甲車啦、豬籠啦、UU 等等咧，哇！成條街都係啊，就為水炮車開路啊！我暫時都未見有顏色嘅水啊，暫時都應該係清水或者係胡椒水。咪都有未開門咧，未閂門嘅房出籠啦。咪都睇個樣應該係繼續向油麻地同佐敦方向進發啦。救護車轉出嚟啊！都係盡力跑啊，因為呢幾日都跑咗好多。網法都洗得太快啊！媽！跟唔到啊！但應該係會翻嚟嘅。咁啊，估計成條車隊咧，今日亦都會喺彌敦道啊徘徊啊。咁好多記者朋友都留守咗喺後邊啦。咁啊，等佢翻嚟可能。而家亦都駛到去過咗呢個油麻地啦，向呢個佐敦方向駛去。咁可能會翻嚟啦。同時呢可能也都會有手足，是不是小一姐是 Set Robot。 我們 PSX 台旺角 Part 1的直播呢去到這裡先，如果有什麼最新消息呢也都會為大家送上 Live 的前線。如果喜歡我們台的記得 Like 和 Share 我們的片啦，多謝這麼多位先，好，等陣見啊。